这叫太极拳，在中国功夫里边，要不会太极拳，你就不会运气。不会运气，什么功夫都练不好，知道吗？这太极拳，看见没有？讲究一个圆，手要圆，腿也要圆，啊，静如钟摆，动如脚步。<笑>啊，秋哥，看见没？爸爸。哎，文俊。 开学了，爸，你这是干嘛呢？这还不知道，你爸爸登上三轮车了。三轮车，爸爸刚检查完身体，大夫说啊，爸爸有点三高，所以医生建议我蹬车锻炼锻炼身体。你们呀，也得多运动运动，要不然到了伯伯这岁数，也该三高了啊。爸爸，我听大夫叔叔说。 您就住在酒吧呢，您干嘛住酒吧不回家呀？你都知道我住酒吧了，早知道了，我还想去酒吧看看您去呢，但我妈不让我去。Let's go， 师傅走了。 师傅走了。哦。 走了，行，文君，你先回家吧啊！爸爸再锻炼一会儿。哎，别跟你爷爷你奶，哎，你妈说看见我啊，我再练一会儿。哎，家走吧。文君，你爸爸可真逗，靠这个锻炼伤身体呢。 我还说呢，你妈妈开着饭馆，还靠你爸爸蹬车赚钱。我爸他还当上三轮了，都被同学看见了。你呀，就应该假装没看见他，不搭理他。妈，您是不是不想要我爸了？ 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现在也不喜欢你爸爸了？你宁愿跟大卫出去玩，也不跟你爸爸出去？爸爸他去参加了一次家长会，还和张勇他爸爸打起来了。他开着车，什么都想踹他的，他说爱老带脏字，一点都不文明。他还老招惹你和爷爷生气，这和你一赌气还不回家了。那行。 那也就是说，我跟你爸离婚，你也不反对，是吧？那不行，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行，啊。哎，我说你怎么着？这蹬三轮登上瘾了？你还别说。 这活有点意思，打湖边穿胡同，到了中鼓楼再返回一定桥，这一圈下来一身汗还不累，一路上一通白活啊，我都成什刹海代言人了。这不年根了吗？人越来越多了啊，能挣点是点。哎，磨磨磨磨，胳膊这肚子都下去了啊，八块腹肌隐隐若现。再过俩礼拜，哥们三高就下去了，不花钱还挣钱啊。 这活多值啊！你这么要面的一人，你就不怕街坊邻居说闲话吗？嗨，老牛说的有道理啊，不偷不抢，干活吃饭比贪官污吏强多了吧？是，让家人看见怎么办啊？就让文驹看见。嗯，得了，文驹知道了，那不全家人都知道了吗？知道就知道了，什刹海谁不认识我啊？这一圈下来，多少人看见啊？ 谁来看我了？谁来管我了？他们都把我抛弃了，我还管他们知道不知道？走了。喂，哎，凤儿，哦，有人要洋酒是吧？这就送过去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得想想辙，给你们家这大爷送过去成吗？你们老家要知道说他登上三轮车了，回头他。 老家非跟你急了不可。
对，让让让让让让让上坡喽，走。您要想吃档次高有特点的，这边头一家就是庄家菜，那是正宗的宫廷菜，就在前头胡同里头。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哎，老牛，走啊！哎哎，你怎么不走啊？快点，赶紧走！老牛，老牛，走吧！还是不走？赶紧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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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快点，嘿，快走啊，嘿，快走！哎，三爷来了！哎呦，三爷来了！你瞧这老有活。谢谢，你看没啊？谢谢，来点三爷，烦又正道路了。三爷来了，慢过去吧。哎呦，三爷还是您能耐呀！三哥，前我们哥几个都闲着呢，你这都蹬了一身汗来。还不搭理咱？三哥。不就是我们哥几个拉活拉不过你吗？你这不至于呀、啊，这不理。走走走走走，咱没法抢得过他。三爷是谁呀、啊？人家在这地点是土生土长，人给客人讲起来是条条是理，都不带重样的。那可不，那咱赵三爷差老远了。三爷，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您这车主老疙瘩捎话来了，说家里事儿办完了。过两天就回来，您要是想继续干呢，您呢去办事处啊，登个记，办个账，另个自己的车。你们真以为三爷后半辈子都跟你们为伍当祥子了？嘿，我还纳了闷呢，你一个开大奔的主，怎么跟我们为伍干你这个？您这是哪一出啊？我哪出都不出。你三爷这阵子气儿不顺，想蹬蹬车顺顺气儿，现在也蹬够了，不想蹬了。车搁那儿了啊，没毛病，拜拜了您的。哟，哎，三爷，那您这气儿顺了没有啊？哎，哎哎哎，三哥，三哥，不是就这么走了？人家那是玩票，高兴了，人蹬两圈。烦了可不就走人，这就是典型的北京大爷。哎，哎呀。
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你看着办吧。